大家好，感谢您的持续关注。明天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老房子拆掉了。在拆除之前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大树根先给它挖掉。好，开始。兄弟，把车钥匙给我，我要把这些东西拉走。好嘞，下面咱们启动我这个爱车，我这个车呢还是一键启动的，看看。